声作响，在便利店偶遇你的发香，最美好可爱的香，匹配上我心里的想要，跑跑跑，我的爱喵喵喵，深夜的想想想，在身上带发的剑，随时都能触发。这么多吃的，你是不是也没有吃饱？啊，是啊。偶像，男神，若飞哥哥，我现在既然是你的死忠粉，那有什么好事儿，是不是也要一起分享一下？哎，怎么怎么，这可真不行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就一包嘛。不是一包也不行。就一包嘛，咱们商量一下好不好嘛？你听我说，就这一包。真不行，就这一抱抱。耶，你们两个在练古典摔跤啊？啊？你们两个耳朵塞蚊子去了？啊？主任刚刚在广播里头说啥子？你们没听到啊？顶风作案，给我站起来。韩若飞，咋个每一次这种违规的行为都有你呢？可能是我太引人注目了吧。韩若飞。你不要以为叶子给你求了情，这次我就不得理骂你了。蔡健也替我求情了？呦呦呦呦呦呦，你还装的呛啊？刚刚把你处分取消了，你又在这儿给我搞事情。我跟你讲，考核的时候你射不到六环，我亲自给你开欢送会。啊？教练，这个要求有一点点高了吧？就是啊。哎呀，林姿文同学，你不开枪我都搞忘了你在这个地方了，同情他吗？也不是同情了，毕竟他才刚开始学不久嘛。你同情你自己，这个月要是体脂控制不合格的话，你就准备好铺盖到这个射箭馆来常住。哎呀教练，臣妾做不到啊。哎呦呦呦呦，还有点妖眼啊，还跟我玩梗。你们两个去训练。是。啊，教练又发火了，好像是韩若飞带零食被发现了吧。哎呀，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跟个小孩似的。哎，可怜的姿文啊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谁让他见色忘义的。就是活该。
死家好，跟偶像去吃烧烤居然都不喊我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一下。萌萌，怎么是你啊？师兄，萌萌，哦，你们在干嘛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哎呀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你懂？我也可以选择不懂。嘉豪，你听我给你。哎，大师兄，我懂了。你是真正的勇士。李嘉豪，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，不然的话，我肯定不说出去。才怪呢！兄弟们，有大新闻！大新闻！你给我站住！这样子是不得行的，蔡金叶。教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那么暗了，这个射箭场的灯还亮着，我一猜就是你在这儿加练，所以过来看看噻。教练，我最近射箭的时候，总是感觉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所以我就想着多练练。也许还能提高点专注度。叶子，准度一向来就是你的优势，但是你现在在预瞄的时候呢，太过于犹豫了，这反而影响了你的准确度啊。来，再搞一盘。好的，教练。是不对，叶子，高阶的运动员在技战术水平上面已经无限的接近了，很多时候比拼的就是心理。我知道，教练，可是我最近总是失眠，心理压力有点大。唉，没事的，不要太急于求成，心理的问题要慢慢的解决啊。关键是你要注意休息，你再这样子练下去的话，受伤了咋个办吧。我知道了，教练，我会努力调整好我自己的。哎，对了噻，这个才是我看好的蔡金叶啊。今天就不要练了，回去好生准备好明天的选拔赛，调整心理，好吧？嗯，这样子，来，教练给你露一手。哇塞，好厉害啊！师傅果然还是这么厉害。开鬼去玩笑，你师傅比赛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输过。
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啊啊！哦，哎呦，哎，教练，没事吧？你咋个还在这儿嘞？你咋个还不回去嘞？走，快回去，快回去吧。哦。啊，早点休息啊。好。快！我真的太惨了，教练让我一个月减十斤，你们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你就管住嘴就行了，实在不行你就跟着叶子练，保证你能瘦。对啊，子文，要不你也给我当徒弟吧，到时候我给你制定专门的特战奖励，何止瘦十斤啊！别饶了我吧，我宁愿带着我的肉肉睡到射箭馆里去。那我就带着帐篷住到你隔壁去。不是吧，叶子，你来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我要跟我的姐妹荣辱与共嘛。好了，明天还有比赛呢，都赶紧睡吧。叶子，关灯。Yes, sir。一只红烧羊腿，两只孜然羊腿，三只羊腿都放辣。彩琴，明天比赛加油，别给做徒弟的丢人啊。嘿，我怎么感觉听着这么不对劲啊？有你这么加油的吗？老大，你睡不睡啊？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有点失眠，睡不着。失眠啊？我有办法，等我一下。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睡吧。以后你疯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睡不着了？别打呼噜了，吵死了。起晚了。
怎么样？蔡建业成绩怎么样？最后一轮了。最后一轮了。环数前二，直接进入高校运动会正赛，其他同学明天进入附加赛。不是，他今天怎么了？谁知道啊？时间到了都不生气啊？你在搞啥子名堂？那么低级的失误，为啥不射出去？你第一天射箭啊？那么低级的失误，教练简直没有想到你。臭沙子，看戏！叶子，叶子，叶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不射最后一箭呀？就是啊，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闷气做啥子？等于说我不说话你就不开枪是不是？教练对不起啊，这次是我发挥失常，你要罚要骂都可以，我毫无怨言。这个不是失不失误的问题啊，啊，你看你犯了好大一个低级失误，三打三十秒，你为啥不把最后一箭给我射出去？是因为弓上的瞄准器坏了，我一直在尝试调整，可是没想到就超时了。蔡金叶啊，蔡金叶，你说我说你啥子好？这可是比赛呀，你就算瞄准器坏了，你要把最后一箭给我射出去。教练，我当时就是太想把这支箭射好了，所以就调整了太长时间。我想的问题出在哪儿了？你就是心里包袱太重，太想赢得这场比赛，才会出这样子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天复赛，把瞄准器修好啊，千万不能够再出啥子问题了啊。教练，您是不是对我非常失望？不要大胡乱说的，你是教练亲自选的，咋可能会失望呢？谢谢教练。哎，对了，快去训练吧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你明天再出啥子问题的话，我心脏病都要给吓出来。我知道了，教练再见。
你怎么？你们两个不训练，等我干嘛？你这不废话，带你去修工。嗯，修，我工又没坏，干嘛要修？你当我俩傻呀？没看出来你工出问题了？明天附加赛那么重要，赶紧去修吧。嗯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一个人迷迷糊糊的，我们能放心吗？嗯。哎，怎么，还怕我去维修部迷路啊？我就是担心你迷路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慢点。师傅，麻烦您修一下这个瞄准器。先放那儿吧，这几天各个项目备选赛，要修的东西太多了，需要排队。师傅，能不能先帮我们修啊？我们明天有比赛，着急。嗯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是螺丝不合适吗？这个瞄准器接口比较老了，之前那批螺丝早没了。要进货的话，下个礼拜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明天就有比赛。对啊，师傅，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真没办法，这种比赛器械自己平常得保养好。要不你们试试网购吧，这估计是最快的途径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走吧。嗯。来来来来，喝奶茶。哎呀，叶子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奶茶。是啊，叶子，你别憋屈了，你要实在难受啊，发泄出来，嘬他一大口。嗯。哎，两位小姐姐不用操心了，就算没有瞄准器，我也一定会赢的。那是，以我们叶子的实力，一定能赢回来的。可是叶子，没有瞄准器的话，你跟对手这个硬件差距也太大了，这还怎么比啊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去找韩若飞，把那个备用弓给要回来。嗯嗯嗯。这会儿怎么不向着你偶像说话啦？他明天可是也要参加考核的哟。对呀、啊，你偶像明天也是要考核的哟。哎呀，他那个成绩啊，有没有瞄准器不都一样吗？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明天的考核对他来说也挺重要的，要是不过的话，估计他就完蛋了。他把瞄准器给你换，他完蛋。你要是不问他要瞄准器的话，你完蛋。无解呀！苍天呀，能不能给我们个瞄准器呀？对，反正大师兄，情况就是这样了。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这场比赛对叶子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没事，你放心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大师兄了。嗯，好，没事。老大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都转了一个晚上了，我头晕啊。头晕你就赶紧睡觉。老大，你别一个人憋着，你可以跟我说啊。难道是为了明天考核的事情？哎呀，不是。也对啊，
老大怎么可能为了考核坐立不安呢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你赶紧睡觉行不行？难道是因为蔡金叶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赶紧睡觉。哦。哎呀，那我就先睡觉了。晚安。如果再不把这瞄准配件给他送过去，明天比赛肯定就完了。可他自己都不跟我张嘴，我就这么眼巴巴的给他送过去。哎，算了，看在他在教练那给我求情的份上，我好人做到底。李佳豪，佳豪，李佳豪，快起来！啊，你刚刚不是叫我睡觉吗？跟我去一趟女生宿舍。啊！老大，我都说可以的嘛，你看，女生厕所和男生厕所一样的嘛。嘘。大流氓！大流氓！大流氓！把东西给他们，我来引开他。哎呀！大流氓！给我站住！大流氓！抓我！大流氓！你给我站！大哥爸，大哥爸，我要先回去。不对，我现在走的话，老大非扒我一层皮不可吧？突然肚子有点痛，奇怪，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人进来啊，是不是有个男的跑进来了？
没有啊，我怀疑是不是你们看错了呀？看错了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嗯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就散了吧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比赛呢。走，继续送。李佳豪，你夜闯女生宿舍，有何企图啊？那我就不隐瞒了。其实，我也实属无奈。我想给你样东西。天哪，这家伙要给我什么东西？难道是一个惊喜吗？你知道的哦。帮我给蔡金叶吧。啊，就这？对啊，老大叫我帮忙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一定要给蔡金叶哦。你给我好好待在这里，我就不该救你，活该被打死。我的！臭流氓，别跑！臭流氓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！我从那边跑出去了，快追！快快快，这边！人呢？臭流氓，你给我站住！是不是在前面啊？走，抓臭流氓！哎，哪去了？哎，不会藏进垃圾桶里了吧？这垃圾桶这么臭，肯定不会在这儿的。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追，走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打算一个人扛着，明天就去比赛。大师兄。你都知道了，这丫头从来都不让我省心。嗯，这瞄准器哪来的？维修部都说没有。我训练结束的早，就去了隔壁体校，找了同学帮忙，总算给你找到了这一模一样的。谢谢你啊，大师兄，每次都要麻烦你。停停停，好话就不用说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嗯，等我比赛完了以后。我请你吃大餐，好，明天比赛加油。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们俩聊什么呢？聊这么开心。为了给你送瞄准器，我都被逼成什么样子了？他倒好，有闲工夫在这儿幽会。叶子，这是韩若飞给你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惹我们家子文生气了？没事，就是遇到一头猪。猪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不要管我，我就要睡觉，头晕。子文，你确定没事吗？我感觉你的怒火都快把被子点着了。谁生气了呀？你们都别管我了，本宫要歇息了。你们都退下吧，睡觉。好吧，奴婢告退，小主好生歇息吧。韩若飞这么晚了，会送什么东西来啊？上的送零食干嘛？东西收到了吗？嗯。那么重要的东西，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老大，要不要一起洗澡啊？滚！
蔡金叶，总环数第一，附加赛胜出，晋级高校运动会。耶，太棒了，厉害了！石华，石华，那你可以吗？你又输了。教练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咋不半夜十二点才来嘞？怎么就我一个人？教练，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考核吗？切，我觉得你有点幽默了。除了你，未必然还有我。赶紧，赶紧！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快点。哦。你赶紧的啊，教练，给点鼓励呗。你觉得你这个成绩鼓励有啥子意义吗？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、啊！蔡金叶通过了选拔，你这个拖油瓶呢，马上也要滚蛋，拜拜。哎，教练，教练，再让我多练几次呗。你现在想多练会儿，早干啥子去了？晚喽。说嘛，想在哪个地方举办一下这个欢送会呢？不要客气嘛，随便说。报告教练，按照规定，大赛前的月末考核自动合并到当学年的期末考核中去，所以韩若飞还是有训练时间的。蔡金叶同学，咋个嘞？舍不得你这个憨包土地娃呀？哎，不是的，教练，只是您教过我们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说好的规定就要完成，不能轻易改变的。对。规矩嘛，教练您喝水，小心他啊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我这个是看在你的份上啊。韩同学，哎。这次就放过你一马，反正期末考核的时候你是要走人的，刚好最近呢缺个扫地的。谢谢教练。谢谢教练。感谢小师傅帮我。谁帮你了？我这只是遵守规定而已。你还知道是考核啊？连瞄准器都不带。瞄准器不是借给某人了吗？借人？啊，比赛用的装备就是你最亲密的战友，你会把战友借给别人吗？不是，这话怎么说的？那我不是……好了，不说了。其实我也有责任，最近我一直忙着比赛，也没有认真的指导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蔡金叶的徒弟就没有不通过考核的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重新给你制定特战计划。啊？这就完了？他怎么也不正式的跟我说声谢谢，至少请我吃个饭啊！啊，毕竟女孩子都很害羞嘛。那要不我请他吃个饭，他肯定会跟我说声谢谢，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韩若飞，就你这情商，完美。
哎，阿姨阿姨，先别上先别上，一会儿您看我手势，这样一下，然后您再端过来，这样。我忙着呢，没时间。哎，别别别，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我给您点钱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会玩，真麻烦。辛苦辛苦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快快快快，请坐请坐请坐。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要请你吃西餐。西餐？不是，海若飞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在食堂吃西餐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师傅，这才叫范儿。Waiter。喂，大妈。哎，我要下班了，没事别找我。嗯，着急。怎么样，惊喜不惊喜？中西合璧。喜倒是没感觉到，惊倒是挺惊的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请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看你到底要撞到什么时候。哎呀，没事儿就不能请你吃个饭？嗯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要来吃这顿饭吧。哎呀，师傅别急呀，咱们慢慢吃，慢慢聊。没有红酒，先用苹果汁代替一下。现在吃个牛排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情调。哼，你可拉倒吧，这也叫情调？你今天是不是殷勤过头了呀？那也没有送您礼物的时候殷勤、啊。哎，叶子，你们也在这儿，而且还吃。江彦俊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，你不训练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大师兄，韩若飞他不太会说话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，我不太会说话，我可是受过专业培训的。叶子，恭喜你啊，成功晋级。这次多亏了你。等会儿，你成功晋级这事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感谢你，这次是多亏了大师兄给我的瞄准器，我才能顺利晋级。啊！只要叶子能成功晋级，这些都不算什么事儿。不是，江彦俊，怎么每回我和蔡金叶有关系的事儿，你都要掺和呢？停！韩若飞，什么叫你跟我之间有什么事啊？我觉得今天。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行，蔡金叶，装，接着装啊！我发现你比我更适合娱乐圈。你们俩吃吧。啊，你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总有你的啰嗦，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总有你的幽默，在我无聊的时候，眼神里的配合，多余的话不多说，我知道你懂我。总有你的啤酒，在我失落的时候，总有你支撑，在想放弃的时候，陪着我成英雄，做我身后的披风，让我能飞翔在天空。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守护着我的喜怒和哀乐，分享我的梦，分担我的痛，提醒着我不再疲惫中掉落。
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，了解我所有，从不曾退后，紧紧靠在我肩膀的左右，飘动的披风。在你难过的时候，我也能为你等阵前方吹来的风，你累了的时候，我也能做你披风，带着你飞翔在天空。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守护着我的喜怒和哀乐，分享我的梦，分担我的痛，提醒着我不再疲惫中掉落。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，了解我所有，从不曾退后，紧紧扣在我肩膀的左右。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守护着我的喜怒和哀乐，分享我的梦。